2008年5月19号、20号、21号，全国哀悼日，全国各族人民都以最庄严的仪式，深切哀悼这次地震灾害中的遇难者。5月19日14时28分，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届时，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香港特区各重要场所，包括政府部门、主要景点、学校等，今天早上7点55分起，陆续下半旗，向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的死难者致哀。澳门特区所有的政府机关也下半旗致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中国驻俄罗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国家的使领馆分别于当地时间18号晚上和19号凌晨下半旗，向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者致哀。莫斯科当地时间18号晚上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0点，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降半旗，向四川汶川大地震罹难者致哀。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刘谷昌率全体馆员及家属300余人参加仪式。北京时间19号凌晨4点56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降半旗致哀，以表达对所有地震罹难者的深切哀悼。中国驻美大使周文仲表示，北京时间19号下午2点28分，大使馆的全体工作人员将与国内同步在大使馆集体默哀。当地时间19号上午9点，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举行仪式，向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者降半旗致哀。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总领馆当地时间19号凌晨降半旗，向汶川大地震罹难者致哀。总领馆在馆内设置吊唁室和吊唁部，供悉尼各界人士前往凭吊。当地时间18号17点半，中国驻里约热内卢总领馆为四川汶川大地震罹难者举行了悼念仪式，总领馆门前降半旗致哀，全体馆员在国旗下默哀3分钟。李宝军总领事主持了整个悼念仪式。另外，中国驻朝鲜和新西兰等亚太地区国家的使领馆也分别于当地时间19号凌晨陆续下半旗，向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者致哀。5月12号，四川省汶川等地发生。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总指挥温家宝14号的晚上从成都乘火车前往广元灾区指挥救灾。来看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总指挥温家宝14号晚上从成都乘火车前往广元灾区。
在列车上，温家宝召开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强调救人仍是当前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决定向灾区新增90架直升机用于紧急救援。经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空军将向灾区新增60架直升机，从民航系统调集30架直升机。目前灾区有20架直升机在执行紧急救助伤员和运送急需物资的任务。会议强调，这次地震受灾地区大部分12日14时28分，一场空前强烈的地震使得以汶川为中心的川西北地区陷入前所未有的灾难。地震仅18分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紧急下达命令，立刻启动处置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就在当天，13600多名救援大军已经云集都江堰。然而，地震引发的塌方和泥石流彻底摧毁了通往震中地区的道路，暴雨和浓云阻断了空中途径，汶川、茂县、北川仿佛变成了一片被死亡包围的孤岛。只有这个小孩了，和他妈妈在，我爸爸妈妈都不在了，他爷爷奶奶都不在了。都被冲了，人都找不到。时间的流逝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生命正在被死亡所吞噬。这天傍晚，为了抢救灾区的受灾群众，军人们在黑夜中开始了徒步突击。5月13日上午10点，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世民下达命令，带上精干人员，不惜一切代价向汶川进发。然而困难是超乎寻常的，
先遣队的报告说，路上到处都是塌方，70%以上的路面损毁，山体滑坡，桥梁全部被毁，余震随时有可能再次发生。这一切都为各路军队向镇中汶川挺进造成了极大阻碍。就是在这样一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有一支仅30人的特殊的部队已经在慢慢地向汶川县靠近。率领这支队伍的是某集团军军长徐勇。在中外军事史上，以军长身份的高级将领直接指挥一支排级小分队进行突击行动，可以说是极其罕见。徐勇带领士兵们冒着余震频频、山体滑坡的危险，翻山越岭，用7个小时的时间徒步行进了30多公里，率先抵达了汶川县映秀镇。在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里，这支率先到达的小分队就救出了300多名伤员，同时为即将展开的大规模营救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和依据。截至5月13日22时，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民兵预备役人员已经投入兵力47813人，其中解放军官兵15960人，武警部队4190人。你好，请问你是从哪里来的？洛阳。以后昨天用的快点。昨天。你们这个铁军是什么意思吗？是我们像钢铁一样，不怕苦不怕累。越来越多的解放军武警部队快速向灾区集结，除成都军区外，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也于5月13日派部队迅速投入抗震救灾的现场。我相信你们会来救我。先是用那个生存探测仪探测，等于是又是生存者噻，然后用手刨，然后最后把那个生存者给救出来了。它因为它是铁树的浆，混凝土结构，桥弄不了，直接采取挖挖机边手工作业，边弄边用手搬，所以时间进度很慢。加上昨天晚上又下雨，今天又下雨，就是也不好，带来很大难。然而灾情紧急，要将在千里之外集结的救援部队快速送到灾区，唯一的途径是空运。道路中断，要将灾民急需的水和食物送到灾区，唯一的途径是空运。要想把山区的重伤员运出来，唯一的途径还是空运。空军司令许其亮部署的任务只有3个字：快，快，快，简短的让人紧张。5月14日11时24分，一架大型运输机从成都某军用机场起飞，飞向此次地震重灾区四川茂县。灾情如战情，这是空军首次在高原复杂地域无地面指挥引导、无地面标识、无气象资料条件下，运用伞降方式参加抗震救灾。由于茂县为高山峡谷地形，境内山峰多在海拔4000米左右，伞降难度很大。平时训练中只需在数百米高度跳伞的空降兵，今天却要在4999米高空实施伞降。就在这15名伞兵安全到达地面后，第一时间于15时许第一次传回了茂县灾情，并协助灾民向北川转移。14日下午2点左右，在掌握了当地的受灾情况后，空军再次派出13架运输机向灾区空运1500名军队医疗人员和100多吨医疗器材、药品。5月14日，空军再次飞行132架次，将6000余名增援部队和131.5吨救灾装备、药品空运至灾区。一场中国空军建军以来最大规模的空中单日运兵行动，在非作战背景下展开。接下来的每分每秒都异常珍贵，时间就意味着生命。然而通讯中断、电力中断、交通中断，大型救援机械无法开进受灾严重的地区，打通灾区的道路成为又一个巨大的难题。机械有一个变道，你看这边有个小变道过来就行，过来到一个点上有机械，在一个点上依然有机械，就像糖葫芦一串。这个公路啊，实际上像那糖葫芦中间那根签，一根主线，这每一堆塌方就是糖葫芦，每个糖葫芦我们都要把它啃掉，最后啃完了剩下一条线，那中间那穿的那一条线实际上就基本上通了。5月15日18点，二炮专业工程部队800人连续奋战22个小时，抢修几乎瘫痪的灾区道路。
打通了绵竹通往北川的公路，大型救援机械已经可以开进。在水路，突击部队的行动也取得重大突破。在15日这一天，各路部队艰难地到达了位于重灾区的全部58个乡镇，抢救受伤民众的工作全面展开。前期到达的救援部队没有大型救援装备，有的只是年轻战士的双手，体力消耗很大，部队非常疲惫。刚开始，一个战士可以背出一个伤员，后来是两个人抬一个，再后来只能三个人抬一个。即便这样，战士们仍然把随身携带的口粮毫不犹豫地塞到了被救群众的手里。15日21点，武警、水电、交通等专业部队在西线抢通了一条澧县到汶川的抢险运输线，至北川的道路也终于打通。15日24点，投入抗震救灾的解放军、武警和民兵预备役人员超过12万人，动用大型运输机、直升机34架，飞行113架次，向灾区投送食品、药品等急需物资145吨，抢修道路255.5公里，搜救转移灾民12万余人。一条条生命之路的抢通，扫清了救援大部队全速进入灾区的障碍。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一处处等待救援的地方，情况也越来越危急。5月16日，中国军人的突击行动进入最关键的阶段。如果说在此之前他们的主要对手是恶劣的天气、危险的道路，那么眼下他们的任务就是和死神进行最后的赛跑。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注意安全啊！没事，保安，安静，现场，没事。我们进去以后，救出所有伤者，从那个土堆里、从废墟当中拔出来以后，然后眼睁睁地看有牺牲兵就走了。刚刚说完，一开红就昏倒在了地上，甚至连大家递上去的矿泉水都没能来得及喝上一口。突破、搜救、抢时间，就是抢生命。5月18日。在地震发生的100多个小时后，中国军队仍旧在用100%的努力，在每一座废墟底下寻找着1%的可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特别节目《众志成城抗震救灾》，欢迎您的继续关注。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18号发布公告，决定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在此期间，全国和各驻外机构下半旗致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外交部和中国驻外使领馆设立调研部。今天清晨4点58分，天安门广场在正常的升旗仪式后下半旗，以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重大地震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表达对在地震中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北京奥组委决定5月19日至21日奥运圣火在境内的传递活动暂停3天。好，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我们的特别节目。就在我们刚才做报道的前几分钟呢，我们刚刚又得到了一个最新消息，是从平武县发回的。刚刚呢，有一位孕妇在160多个小时之后被成功救出，而且成功的分娩，在废墟上不仅有生命的诞生，而且有新生命的诞生。马上我们来连线一下中央电台驻济南军区的记者魏国，来了解最新的情况。魏国你好。
你好，把你了解到的情况赶快给大家做一个通报。今天上午7点钟左右，济南军区某装甲师的8000多名官兵就开始了拉网式的搜救。当他们搜救到平武县水关乡天鹅村这时候，在一个废旧的房屋里发现了一名产妇，官兵们立即向后方进行这个汇报，组织了一个简易的担架，抬着产妇往后方的医院赶，后面也准备了医疗队进行接应。一个小时后，两队人马汇合，马上赶到野战医院，在9点半左右，这个产妇顺利地产下了一个小姑娘，当时场面非常的可喜，非常的让人激动。这个小姑娘生下来之后不哭，没有哭，一声都没有哭，而且还露出了然后一丝丝这个美丽的笑容。在场的医护人员啊，都高兴地鼓起了掌。那么魏国，我们整个现场啊，关于对于孕妇啊还有新生婴儿的保护工作都做了哪些呢？做得很好，因为我们的野战医院基本上是我们这个野战医院实际上是一个作战师的师属医院，条件是尽管是野战医院，但是条件还是能够具备的。我们这个医院的副院长夏小琴就是一个这方面的专家，他带领着2名医护人，现在专门派了2名医护人员对这个产妇进行监护。产妇的状态也非常好，因为她这个这两天在这个救护的过程当中，她对自己在家里也采取了一些自己的一些保护措施，身体状况良好，孩子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真是期待着新生婴儿啊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另外，魏国，据你了解的情况，目前整个孕妇她的产妇她的这个身体状况怎么样？因为毕竟这么长时间了。非常虚弱，产妇非常虚弱，身体非常虚弱，但是这个。还能够说话，神志还非常清醒，神志非常清醒，还能够说话。现在这个产妇已经示意我们的医护人员和我们的医生要给孩子取一个名。产妇那个意思，现在刚才我们在一块也在商量，那个医护人员跟他商量，产妇就给这个孩子起了个名叫党生。叫党生。叫党生。然后呢，这个医护人员说得怎么也得起个3个字名。那个妇女正在想，有可能要定下一个叫党生什么，这过一会儿就能知道了。好，魏国，感谢你从前方给我们带来了在巨大的悲情当中让我们感到的这种莫大的这种希望。好，谢谢魏国来自前方的报道，谢谢。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母子啊能够平安，祝愿他们一生都能够平安。那么关于这个事情呢，我们也会请我们的记者带来更加详细的报道。另外，在昨天的下午6点钟的时候，汶川县映秀镇被埋在废墟下147个小时的沈佩云被送到了成都军区总医院进行抢救。这名被埋了6天的幸存者在救出之后还保留着清醒的意识。那么这147个小时他是如何度过的呢？是什么支撑他顽强地和死神搏斗？我们一起来走进这位幸存者。晚上8点，我们在医生的带领下走进重症监护室。经过初步治疗的沈佩云精神状态还好，一见面就向记者要水喝。沈佩云的眼睛还不能适应光亮，言语交谈也不宜太久。提起147小时的生存经历，沈佩云说到了唐山大地震。73、74年这个地震的时候啊，唐山一边报道，我看了一个人，他也是吃尿也长。吃尿液，深深吓人的。当时要喊我吃一滴尿液的话，如果不是今天这种精神，我真的不会有今天生命的延续啊。沈佩云在被埋的前3天是靠喝自己的尿维持着，他被困在废墟里，身体不能动，他用手摸索和寻找所有能吃的东西用来维持生命。就在他自己没有尿液，周围也摸索不到任何可吃的东西的时候，他听到了搜救队员寻找幸存者的呼喊声。沈佩云说，他永远也忘不了第3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的杨大夫，是他发现了废墟里的沈佩云，并一直陪伴他，直到被救出。我连续喊了3天，他们没有听见一句歌，所以我也悲观了。我听到解放军的歌，哇哟，他说我们来救你了，就这，所以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他们来一次，我就喊杨大夫，杨大夫，你救救我吧！我真的是来不及了。他说你吃东西没有？我说我没有东西吃，我说我的尿液已经吃完了，真的吃完了。
他说马上我给你送水喝。等了半个小时，他送了一个管子给我做了一水喝。他说你有救了。我听到这句话第一心声，我流眼泪了。我真的说，我说还是解放军好啊。营救沈佩云的过程非常艰难，当时他被埋在一楼，地震发生后楼层下陷，要救出埋在最底层的沈佩云，救援队用了3天的时间。反正我是知道我在第9层，因为我出来的时候这个解放军说你太深了，你的地基太深，你太深了，你能延续到这么多天。18号上午7点多钟，在废墟中147小时的沈佩云终于成功脱困。人间充满爱，是最光荣的。见到医生特别爱，再见到你们，真的我很高兴。我今天一出来，我就说，我又见上天日了，我又能见上美好的生活了。重症监护室主任肖真良大夫介绍，沈佩云刚送来时严重脱水，由于饥饿造成酸中毒，身体皮肤有少部分压迫坏死。我们现在皮肤缺损的话，只有就是说预防感染，然后呢做局部的处理。第二个呢就是说，脱水的情况，我们就是快速补液。我们来了以后，我大概在10分钟左右吧，我就吃了个深静脉的一个支管。就是说深静脉支管呢，我们就是可以保证它短时间内可以输入比较多的液体，或者说在如果需要抢救的话，我们能够及时的给一些抢救的药物，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说根据他的情况及时的补充了他需要的一些液体，比如说这个盐水啊、糖水啊、维生素啊这些，就是大概在1个小时之内补了500毫升吧，然后他根据他生命体征情况，后来我们调把这个速度稍微放慢了一点。肖真良介绍，从地震废墟中救出的人一般都会有挤压综合症，虽然现在沈佩云还没有症状显现，但是担心会在3天后出现，因此现在沈佩云的状况还不能说很乐观。如果3天或1周后各方面情况稳定，沈佩云会逐步恢复健康。据医生介绍，沈佩云的求生意志非常强，而且他在受困的时期呢，自己采取了比较科学的自救方法，才可以坚持到3天后救援队伍的赶来。在救援队3天的营救过程当中，除了给他必要的水之外，不断地给他精神上的鼓励，才得以让沈佩云能够坚持到终于脱困。在这里，我们衷心地祝愿沈佩云早日康复。中央台记者申阳在成都军区总医院报道。在5.12震后，有将近3000名来自台湾的游客滞留在四川省境内。国台办、国家旅游局就此一直在协同军方不断地进行搜寻和救援。昨天，最后14名在震中汶川的台湾游客也已经获救了。来看报道。12点，在汶川滞留了7天6夜后，这14名台湾游客中的11人，首先乘直升飞机回到成都，结束了150多个小时的历险。他们中年龄最大的75岁，最小的也有58岁。又是准哦，我也刷冰哦，刷一段呢，那从那个爬爬啊呢，沿着段就地剥起来了。啊，车就地摇啊，啊摇，我就跟司机，那跟下司机讲，难过晒啊。当时郑阿婆和团友还以为只是突然遭遇泥石流，根本没有想到会是地震发生，更不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就是这次地震的中心地带。路不通了，手机也没有信号，十几位高龄老人坐困山中。汶川县的县长啊，他每天都有来看，啊，都看着看，送了矿泉水啦，啊，送些药、泡面的，啊，安慰啊。对郑阿婆们的救援从17号就开始了，多次尝试之后，终于在18号，郑阿婆和10位团友乘直升飞机回到了成都。成都当地的医院还为他们进行了体检。地震发生以后呢，总数有将近3000名，2980多名台湾游客困在地震灾区。我们已经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掌握了确切的数字，全力营救。这次救援引发了海峡两岸多家媒体的关注，不单因为这是个老人团，还因为这是最后一批滞留四川灾区的台湾旅客。药物制剂总价值几千万元。此外，山东、安徽、辽宁等地也纷纷紧急组织人力调运物资赶赴四川地震灾区。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特别节目。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发布公告，决定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在此期间，全国和各驻外机构下半旗致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外交部和中国驻外使领馆设立调研部。5月19号14点28分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届时，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今天清晨4点58分，天安门广场在正常的升旗仪式后下半旗，以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2008年5月19号、20号、21号，全国哀悼日，全国各族人民都以最庄严的仪式，深切哀悼这次地震灾害中的遇难者。